共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乡亲的母语，结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大件事》。咱来这啉一杯咖啡，找一个阴阴的下道，咱来这啉一杯咖啡，像一片夏天的白云，轻轻啊飞来挖进咖啡的香味。找一个朋友来相找的下道，咱来这啉一杯咖啡，像一窟春天的湖水，静静啊照着咱形影的小水。啊，南洋的气味，亲切的情谊，还有在吧台内面做伙工作的那对伴侣，这就亲像南门边的一句温柔的话语，乡村城外一首短短的新诗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件事第126集，欣赏的是故乡的林凤珠老师，伊所带来来遮啉一杯咖啡。上日起，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，也佮有即内底大语文的用字。这首来遮啉一杯咖啡。在上界尾啊，即句讲乡村城外一首短短的新诗，就予咱知影讲，这首诗是咧写乡村城南门边有一间咖啡馆，叫做一杯咖啡。吼、哦，这一杯咖啡较早是伫乡村城内南门城边，伊个店迄阵是开伫遐吼。那这首诗吼、哦，是我的老同学叫做董良。伊呢，请我为伊个查某囝所开个咖啡店所写，啊，我总将伊个查某囝个咖啡店，伊个咖啡店叫做一杯咖啡，我总将一杯咖啡总顺续甲放到即个诗题内面。我相信那是有去乡村佚佗个人吼，对着一杯咖啡，拢会知影有一间店，哈、啊，这是咧食咖啡个会当顺续食饭个所在。啊，老板娘，头家娘甲伊个先生。两个人，因所用出来迄个点心也好，哈，咖啡也好，啊是迄南洋菜也好，哈，足受欢迎。啊，足侪人去到遐，拢会特别走去食安尼。那因的店内底，哈，因的饮料，足有名的，就是啥，就是春天的湖水，这一种，一种饮料，哈，加合作春天的湖水、夏天的白云、加秋天的枫叶。枫叶的枫，秋天的枫叶、啊、春天的湖水，夏天的白云，秋天的枫叶。我这个同学吼，董良吼，我若落去乡村的时，伊拢会带我甲阮干女儿诶前婚去伊个这个一杯咖啡内底诶食饭，啊，啉饮料。啊，当我看到菜单menu的顶面写一个春天的湖水，夏天的白云，秋天的枫叶，我伫咧找冬天。我讲诶，较无冬天啦、啊、哈。那因两个母仔囝，两个拢很酷，你知无？那个董娘就讲，恒春没有冬天，所以不用有冬天的饮料啊。因为恒春四季如春嘛，所以唔当讲合作恒春。我就感觉讲，这对迄个母仔囝吼，真正是做性格。因为因两个人吼，真正做性格。哎，那性格哦，恁哪落恁就知啦。吼、哦，恁哪落去董娘有开一间董娘的店，诶，萝卜饭嘛吼。啊，一杯咖啡这个因早间叫做配伊，因开的一间一杯咖啡来，大家人拢讲便宜的对啊，拢叫白，因为生意介好嘛。啊，咱若去的时阵吼，不管啥物人，你去的是拢叫白，前后的顺序是袂当超越的，连老母都受伤。因妈妈去吼，若要食饭，因妈妈原来爱叫白。啊！伊迄早时啊，11:30，还是11:00较开店吼。因妈妈若是11:00，还是11:30，
第一开店进前搞，爱当外口等，歹势袂当入去，吼安尼。就是讲，因就是面对大众，因是足公平，连家己的妈妈嘛足公平啊。啊，因为这对迄个母仔囝吼，真正是真趣味、真国别安尼，真特殊啊。台语讲足特殊的，很有趣的。咱台语一个足新式的专有名词，叫国别。国别就是很个别的意思，与众不同的意思安尼。所以因为安尼，那迄个董娘讲，你嘛加一杯咖啡下一首啊，安尼，我总用这首来遮啉一杯咖啡吼，送给配乐。那因请人将这首诗吼，加写字起来，吊伫壁边，去的人拢看会到。我讲找一个阴阴的下道来遮啉一杯咖啡，像一片夏天的白云。轻轻啊，飞来我近咖啡的旁边。夏天的白云，大家运用伫内底。那第二段吼，讲找一个朋友来相找的下道，咱来遮啉一杯咖啡，像一曲春天的湖水，静静啊照着咱形影的相随。所以吼，这夏天的白云啦，春天的湖水啦，就是拢因个音调的艺术。这首来遮啉一杯咖啡，来遮啉一杯咖啡的遮，有两字通写，一字就是遮盖的遮，这是上盖普遍人伫咧用的，哈，遮盖的遮，台语叫做遮盖，遮盖，哈，也是讲啊，客一行什么现来干遮一个，无念做遮，念做遮，这是轻重音的问题，哈，那这个遮也当念做遮，是遮这里的意思，这个地方的意思。这足普遍，人会用用。那另外一字人较袂用用，就是滋味的滋，滋味的滋，无变三点水。至于伊念做滋，伊咪当念做食。因为较少人用，所以呢，伫我的诗内底吼，我的分别拢有甲用。有的所在我的用做食，遮盖的遮，以及有的所在我的甲用做滋。滋味的滋，没有三点水的这个滋，我分别用，就是要让知影讲，这两字拢会用字，甚至买当有其他搁较适当的用字，吼、哦，这是在人的。不过你得爱袂使偏离这字的艺术，因为有当时啊些歌会走错，这难免，但是艺术袂使走无去。这首诗里底所描写的恒春，是咱南台湾一座非常有历史的古城。顺利去，咱邀请高雄的文史专家贾英雄、谢荣祥老师来为咱介绍恒春的历史。恒春呢，古名是叫做龙角，龙角是台湾族这个原住民的单会乡名哈。那么荷兰时代，龙角就伫个文献顶面记载。那么明朝时代呢，明政呢，这个叫汉人呢来查城这个所在呢来开垦哈、哦。那么到了清朝时代呢，因为伫个恒春以南这个乌兰皮呢，前后发生这个外国船伫啊客煞，造成呢涉外纠纷。所以呢，尤其是这个1874年这个牡丹虾事件了后呢，西乡重道伫个12月撤兵了后呢。那么清朝政府呢，因为派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来开山抚番呢，啊，加强这个海防的政策。所以辛波金呢，啊，带着这个台南的知府呢，周茂奇呢，加这个总兵的曾延福，选择这个高东山这个所在来起恒春城。啊，恒春城就是伫个1874年迄阵来建成。那么恒春城内底呢，伊有。迄、那个高位珊瑚礁，即个活动山呢，伊即马呢嘛有一挂设施，但是一般呢是看袂出伊是原本就是高咧大个所在。哦，那么恒春城呢，伊个四边周围呢2600公尺，等于讲哦880吨，伊个宽度呢大概是2吨9尺。哦，那么即个城呢是用海防的即个经费呢。大概100,000两银呢来起的，所以当你咧听《思乡曲·恒春调》的时候，你来看这个恒春城，
你会阁有无共款个想法。找一个朋友来小坐会下斗，咱来遮啉一杯咖啡，像一曲春天的雨水，静静啊照着咱形影的相随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宏祖老师写诗，赵英雄老师主题讲解。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然后一天再继续空中再会。